上午呢，飞机也是这样轰炸。下午2点多钟、3点钟，日本都进城了。他是三光政策，一个韶光，一个杀光，一个强光，枪子都打在这打过去了。我妹妹没打死，都这块打的嘛淌那血，我没打死。这个历史我要传下去啊，这个血泪史永远都忘不了的。你来到中国南京杀了30万人，我们老百姓对着你了吗？啊，你这样逮着，连小孩也逮着你了吗？历史我们不能忘，位置不能忘，心里头不能忘，我们还是要传下去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